好好看。我猜到了，你看，我在门口才说完这句话，你们都好漂亮。怎么办？我们来去把妆卸了吧。表演个现场卸妆。怎么了吗？你为什么哭着哭啊？是不是压力很大？你觉得现在？是觉得丑。没有啊。要调整自己的心态。每天都在调整。我都快精分了，真的。他又开始，又开始想哭了。为什么吃的东西还没有来？我想吃东西。我受不了了，已经。哎呀，不要哭了。笑了，笑了，笑了，笑了。哎呀，不要哭了。我长胖了。看不出来。我完全没有觉得你长胖了。谢谢。谢谢。这个好好吃。对啊，什么外芒果？榴莲。绝了。好了，我觉得我心情平复了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加油，我加油。